人士的这个身份出去参选的时候呢，他很自然的一定分了 BN 的票，因为他以前是人民党的，他也是 BN 出身的，然后他是曾经去了，而且去了 UBB， 对不对？他去了 UBB 的时候，大家都知道人民党跟 UBB 分家的时候， UBB 带走了不少人马，说带走了人马，当然也带走了资源。然后刘天亮也是，也不是一个做做没有做事情的人，他也是有他的 track record， 所以我们觉得他们现在这个三角恋呢，我们直到今天看不出到底是谁会是真正可以胜出，还有两天要好好看，看谁出招了。啊，来，你有什么问题？